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看咱们的多人斗罗大陆啊！这里是黑球，这里是行商。好了，如果你们喜欢咱们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、评论、分享一下啊！先赞后看，养成习惯，兄弟们。爸爸们，一键三连吧！对，没错。黑球说的都对，好吧。然后这期的话，对，这期的话，我准备想吸收两个十万连的啊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新武魂也出了，一个是什么的天使，一个是凤凰，还有一个啊、顶，对，那个顶叫做什么来着？这个是6月11号晚上的10点钟，对，要到11点钟了。没错，这个视频是这个时间点录的啊，兄弟们。所以说那个新系列了，那个新的可能我们会开新的坑啊，但是可能不会联机啊，可以去支持一下，好吧？立马就开新坑，对。这期视频点赞过百，对，这期视频点赞过200，咱们立马开新坑，好吧，兄弟们？立马开新武魂，马上日更，马上日更，没错，马上日更，日更新武魂。天使西小姐姐吗？那个叫什么顶的？镇魂顶，镇魂顶是叫镇魂顶，不清楚，好像就叫什么顶。是什么凤凰、啊？凤凰好像是一个冰的冰凤凰，不知道是哪谁的武魂。为什么我没有经验了？没有见过，他们魔改的吧？魔改的吧？为什么我没有经验了？没有经验吗？哎，为什么我没有经验了？没有吧？我都有啊。我这69级啊，卡 bug 了，我好像。你再打一下试试。哎，我卡 bug 了，我日！你自杀一下，自杀一下。我自杀一下，自杀一下，自杀一下，好像卡 bug 了。哦，自杀一下就好了。还真的是，妖怪啊，真的是太难了。这期我们打算，我想吸收两个十万连魂环啊。我这边的话有第，我看一下第几魂环了啊？还差3个魂环。你还差多少个魂环？我是69级。69级，这跟我一样的呀，我差3个10万连魂环，就满魂环了。那都一样啊，好吧。都一样吗？而且我的这个我这个魂环有点猛啊，这个蓝银草的魂环。你几个那个39万连的？四个。我就一个是25万连，其他全是39万连。操！原来我是小丑啊，我的天，原来我是小丑，我的天，这一天天的瞎搞小丑。